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佩英。今日是新历的183年六月26号，旧历的5月21，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何必谢安江新庙立会安坐台顶，中华馆长王惠美、何必顶着林基林顶民意代表属性，特别前来剪彩夹牌，气氛闹得庄严。新港清洁队配合着环保局举办的旧棉织皮回收活动，并将碳基灰大摒扫，短短两天的时间，就来回收将近500公斤的旧棉织皮。鹿港东区胡伦社争取全球奖助金300多万，买车加系列检验的器材，配合着卫生局眼科团队到当朝几点替时代进行系列检查。好，来乡亲的新闻，一开始来看何必谢安江主事着南岛天神，是当地最重要的信用中心。神庙经过4天外的时间，总算是来落成。26号早起时，嘛来举行着剪彩甲变的典礼。馆长王惠美、何必店长林基林等地方的民意代表、属性等人，嘛拢来参与活动，隆重盛大。何必定亚里的石安宫是宁波这个镇头的信用中心。神庙经过4年外的时间，在十方神师的斗三工之下，总算来立会安坐。26号上午，庙方办理剪彩甲变典礼，中华馆长王惠美、何必店长林基林等各级民意代表、地方头人共同出席参与活动，隆重热闹。庆典啊，完成啊！咱相信咱宁波有一个谢安江的一个信用中心，予咱大家当来遮参拜，爱当得到地方的平安，爱当大家啊赚大钱的赚大钱吼，啊会当啊这才有一个信用的所在哦。我相信大家拢有一个意图吼，啊咱宁波镇的人啊才会当啊，较袂风尘较早40多年前拢是一个徛金色的，啊即摆变成即摆一个一间啊一只一间宫庙出来。啊，拢是在地啊，咱的消防大队的消防大队吼，拢大家支持啊吼，今仔日叫在人安尼啊，这用圆满来去一间庙。咱的夜宝最主要是南岛啊，天神哦，王爷。那最主要是过去咱的先人登山过台湾来啊，因为呢，把王爷放伫咱的这个啊船顶，保庇咱顺利来到啊这个宝岛。了呢，在这过程中啊，拄到真济瘟疫啦，各种的困难，拢是伫王爷的保庇之下，啊啦顺利来度过。所以，也咱的遮啊乡亲呢，都该一开始是伫咱的一个饭厝内底。啊，虽然讲无大景，但是会使讲大家向心力真好。每一届活动人拢靠靠靠，啊，拢来感谢咱的诸位，甲咱的技术人员，大家的这个用心哦。啊，这是处伫诸位因内底带动之下，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甲咱的这个施安宫完整的安尼呈现出来。我相信哦，咱的这个啊南岛天神王爷顶顶的众神尊一定非常欢喜，会保庇大家啊，拢心想事成，事事如意。王昭林建庙主委表示，去神庙真正会拄到真侪困难，是一件大工程。在地方各界神师的斗三工之下，总算来立会安坐，也希望在天神王的庇佑之下，是安江会当香火愈来愈旺盛，地方顺时平安。德中华新闻叶宏吴何必彩虹报道。讲到这个厝内底有真侪无咧盖米椒皮枕头加床巾，唔知影要安怎来处理。讲伫咧较早，拢是用塑胶袋啊装好了后，结果带去粪扫车，送入去焚化厂来处理。新港乡清洁队为着配合着彰化县环保局粪扫减量的活动，特别举办旧情秘密回收活动，两天的时间哦，总共是来回收着将近500公斤的旧棉织皮，嘛，予袂少的民众拢讲，厝内嘛拢变整齐清气了。
厝内底有一挂已经黄起的米皮、衬衫、甲枕头等物品，唔知影要安怎处理？干来当先放伫地下，然后放伫仓库等空间。新港清洁队配合中华关环保局，伫25号到26号办理古井米米回收活动，民众将古米皮、衬衫、甲枕头起来清洁队包回收，每5公斤可以当换地壳。当公车车，现在这拢未使当公车车了。哎呀，嘿，现在拢要回收。彰化县环保局新增棉被、床单、枕头、绒毛娃娃、地毯、鞋子等等，列为现在可回收的物品，请乡亲勿将其丢入垃圾车，可整理好送至本队的资源回收厂回收。为减少垃圾，增加资源回收再利用，我们在本月25到26号早上9点到11点，配合环保局办理旧情绵绵活动，回收棉被、床单、枕头的兑换活动，每5公斤可兑换香皂1块，请乡亲共襄盛举，回收做得好，垃圾变成宝，大家一起做环保，深港会更好。不要紧啊，那个 A N K 那个跌了哈，你来加 M， 刚刚做轻伤的哈，啊，无歪娃娃。啊！要带三都唔甘，啊！佫拢新的呢，嫌迄地拢无地价的呢。是用较方便的，无是咧囤粪扫啊。真侪民众就听到清洁队会当回收即个旧米皮、旧枕头等物品，马上甲厝内底放了真侪年的米皮、衬衫拢清出来，趁机会单调，互自家生活环境品质变好。季美月队长表示，除了即个米皮、衬衫，一挂鞋啊、旧衫也拢会当来进行回收。按7月1号开始，中华关环保局溪州分发处会加强落地检查，若是发现资源回收不良物品，或者是喷过量，得归车提回来，呼吁乡亲做好粪扫分类，共创美好家园。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来看，为着照顾社区长辈视力保健，鹿港东区、甲复兴东区以及韩国水源老松扶轮社，共一个全体社友争取到全球奖助金300多万了后，是来购买车辆加检验的器材，配合着彰化县卫生局带领的眼科团队，前往各社区的长照洗聚点，替社区士大甲民众进行着视力检查的服务。讲这个26号列车是开来到鹿港的南市社区，讲要做回来修复时代系列。时代一个一个听到医师的指示，排队在做视力检查。这是由鹿港东区扶轮社甲复兴东区扶轮社特别购买车辆甲器材，配合彰化县卫生局举办修复中介的视力检查，精彩亮眼计划。早起的车也开来到鹿港南市社区，是我们守护长者视力检查精彩亮眼计划。那这个计划是由我们鹿港东区扶轮社、我们全体社友及保健共同申请全球奖助金，那金额19700万美金，那合计350万台币。那配合彰化县政府卫生局共同推出守护长者精彩亮眼计划。那这个计划能够呢，在社区能够提供糖尿病的患者及这个吸气点的长照，和社区民众呢提供视力检查。那这个检查呢，能够让大家的视力能够提升，啊，保护大家眼睛的健康。那如果能够透过视力的检查，提早发现糖尿病对视网膜的损害，我相信对长者的健康是十分有帮助的。南区甲复兴东区扶轮社秉持着帮助别人、关怀社会心意，替时代服务，也予馆长王惠美真肯定，也感谢这份公益精神。啊，买车，搁买咱的这个眼光啊，相关的目睭的这个设施，啊，予咱的这个验光师工会，因会使亲临到咱的关怀据点，亲临到咱无眼科的这个所在，初步先甲咱的长辈来检查因的视力，啊，有爱
看医生的，咱再个转介给伊去眼科医师哦。安尼呢嘛，就关照顾到咱的长辈。这个行动眼科活动，到达也来举办135场活动，服务大约10,000名时段，希望让中者视力保健会当得到保障。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港彩虹报道。中华联兴国小的学生来到学区内社区关怀祭典，表演才艺给祭典的阿公阿嬷看，功课回来有带乡亲来了解。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5月22日。根据通书的记载，明仔在围攻在正南方，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接下来看癌症一直是国人十大死因之首，为着要来强化着癌症患者的照护，卫生福利部是来补助病院发展以癌症病友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模式，希望透过整合社区的关怀资源，让社区迈当成为癌症病友的支持系统，嘛让生活品质会当来维持正常。癌症一直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在咧医疗科技的进步之下，癌症的存活率不断提升。中华卫生局长表示，癌症的治疗不再仅仅是强调存活率，而是要让癌症朋友甲家属在咧治疗的过程中，会使过着正常的生活。生病其实不是只有长短，还有它的品质。哦，所以这个品质也不是只有病友自己哦，也有他的家庭。哦，所以这个健康署的计划，还有我们张医生的计划就很。我们不是只有看那个存活率哦，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那个罹癌的过程里面，它治疗里面所有的过程里面，家属哦，还有我们的病友也都能够在专业团队的协助之下，啊，还有这个就是 NGO 的协助之下哦，他的生活品质希望都不要受到影响。彰化县防癌协会理事长指出，这个活动将结合病友会甲社区来宣导癌症防治观念。毛社区来关怀癌症病人的健康，希望安尼做会使带动国人对癌症知识的认识，以及防治癌症的办法。啊，癌症病人的社区团体啊，推广啊，对癌症的防治的观念，也关怀我们这个癌症的病人哦。癌症是啊，这20-30年来都是台湾啊死亡率的。最高位了，所以对于癌症的病人的关怀啊的知识的互相分享。目前这项计划先以着癌症一代的朋友家庭为目标，在咧原有治疗团队中加入心理师、社工、甲个案管理师等专业人员，结合病院甲社区资源，推动心、家庭、社区兼顾的照护。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说到来看中华区联兴国小的学生哦，利用考试考煞了后，来到学区内社区关怀祭典，表演才艺给阿公阿嬷看。大家分工合作，有的人伫咧台顶表演的时，其他的囡仔就会伫咧台下甲阿公阿嬷斗俩零。社区庙口闹热滚滚。庙前有小朋友在表演才艺，台下的阿公阿嬷一边欣赏囡仔表演才艺，一边享受小学生替因抓龄。张高，
做看表演哦。谢谢你。你囡仔有做好？真好棒！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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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台德社区理事长表示，社区关怀祭典每一个礼拜都有安排节目，真感谢仁兴国小的小朋友来这表演，这阵阿公阿嬷搁较想要来祭典。哦，爱让长者心情愉快，哦，这是我们的目的。怎么会想说安排小朋友过来？哦，是那个仁兴校长、柯校长也是很用心的安排，谢谢仁兴。我小长辈的家是都来欢迎相关。欢迎师兄的好，非常好。他来这里，他们期待礼拜三的到临，他们期待的这一天。校长讲，仁兴国小实现三好校园，利用考试结束，校热进前，带囡仔走出校园，融入社区，让小朋友有机会展现才艺。因为考试考完了，我们小朋友呢，有练小提琴的，有练陶笛的，他们学的功夫呢，希望能够做点好事，所以我们就第一个走出校园，到社区来看看我们的社区，走读社区，然后也关怀我们老人，表演很好的音乐给他们听，帮他们捶捶背、按摩，他们很开心，就是我们行三好、知行合一的一个实践。仁兴国小的小朋友这回走出校园，分享自己的心情，要唔呐，台德社区的关怀祭典，这群囡仔卖去牛埔社区甲长辈同乐。表演在家和阿公阿嬷看。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六月份是毕业的季节，鹿港镇立幼儿园第21届师生毕业成果展，讲按现出时开始哦，讲到7月7号，伫咧鹿港镇的图书艺文中心举办。这届主题讲是这个魔幻绘本世界，小朋友是用因的创意制作出真侪甲纸有关系作品。希望让爸爸妈妈和乡亲透过展览看到他们在幼儿园的成长。展区里面摆满各式各样的美术创作，现场像魔幻的绘本世界，因为这些都是鹿港镇的幼儿园毕业生用纸落去做的作品。学生用纸搭配绘本进行发想，搭着真侪丰富想法作品，予鹿港镇立科技校真娱乐。我们鹿港啊，镇立幼儿园哈，也当讲第21届的一个毕业哈，啊有一个啊，你联合的一个毕业的一个联合成果展，尤其哈啊，这次哈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梦幻的绘画世界。尤其啊，你借啊，你透过老师的一些指导哈，以纸为主题元素来做这个绘本哦，哎，当讲甲小朋友哈啊，透过他们的小手，还有他们心灵的一个沉思哈啊，哎，当展现哦，直接绘本来的。尤其啊，透过老师哈啊这个教导，啊小朋友把他心里要的一个世界哈，一哦做出在这个绘本里面，让呈现哈啊在这次的毕业成果展里面。那这次哦这个主题哦啊真正多好啊，每一本绘本里面哦都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哦欢迎啊咱好朋友会当哦来安尼参访。从现在开始到7月7号，乡亲时代会当来到图书艺文中心。欣赏这群囡仔用小小的双手和无限的想象力创作出来一书一世界，感受书生伫咧创作历程当中的努力和付出。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干彩虹报道。今日来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卖谢金石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天的艺术是新鲜金属和空气中的氧所产生氧化了后一种变化。咱来看地库，我久无运动，规身躯骨头强要新鲜。再来是俗语，天顶三日无拍就会新鲜。无拍的意思是无拍皮呀。皮仔真够新鲜，尤其是咱台湾这么湿的所在，搁较是安尼。所以讲，三日无拍皮仔，皮仔真紧就会新鲜。这是咧，比如讲囡仔熬作业，随时爱加以调价，袂使放伊
放荡落去。稍等下，带乡亲来看一名少年的艺术家，讲用故乡依然为创作的想法，画出一蕊一蕊无共色水甲模样的花蕊哦。即摆咱先休喘一下，广告了后，带乡亲来去欣赏。凯波大宽屏，好礼自由选。My Video 豪华月租，多台强档优质频道。Mobi 月月发，好礼任你选。搭配一 G 标网，再升级三台 Mesh 与网络守护家免费体验。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台北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新港乐龄中心鼓励时代行出家门，积极参与着社会活动，特别规划乐游桃竹苗、轻松旅游的课程，透过地区美食甲文化的介绍，最后再搁家己去自助旅行，来作为学习的成果研究，好时代是真欢喜，拢讲学真济。随着网络和三 C 科技发达，自由行已经是现在上主要的旅行方式。新港乐龄中心为了鼓励长辈多多参与社会活动，享受轻松的休闲生活，开始乐游桃竹苗轻松旅游课程，受到乐龄学员热烈欢迎。最主要是，就像呼应刚刚老师讲的，在乐龄学习方面呢，除了那个心灵或者是运动方面的课程，我想社会参与最重要的人促进人际关系，然后大量的提升长辈的那个心理跟生理健康，所以我想这个课程学员都非常的喜爱。我比较希望的是他们在旅游之余除了跟大家一起互动以外，还有一些成长学习，那这一些事情呢，就会透过我们平常的一些美食美景介绍啦，那甚至一些这些科技的运用把它串联起来，让他们也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加的进步，那增加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和有用感。老师透过地区美食文化介绍，让学员会当深入认识这个所在，而且提升因的观光兴趣，也结合地图搜寻等科技的使用，来领导学员规划自助旅游。上次去嘉义嘛，也是我们自己坐火车去那边跟老师会合，然后我是跟我同学是自己，我们就去红螺看那个杭吉姐看花，然后去那个古坑去华山喝咖啡。玩得非常快乐，就要从这边上课，收获很多啦。老师说要报名啦，他说星期一要开放，我去做什么事情哦，都会带着手机耶，在那看的，讲赶快要在上面要一定要争取到哦，哦啊，结果老师是我才问老师，老师说星期三他才要网上让人家报名啊，真的非常期待。我跟你讲，你要叫老师帮你操作，我拢袂带你出。大概课程结束，老师来安排一撮旅游来研修还是新课。这届阁用 Google 表单的方式，各类学员家己完成报名。每一个人拢真期待这回出去佚佗的日子。透过课程，要来提升家己自助旅行的自信，找到生活乐趣。多中华新闻叶宏吴新港彩虹报道。一般人对花印象都是一大片的花海，不过这个暑假在这个花坛全国莲园大饭店的艺廊有很不一样的花卉展哦。一名少年艺术家利用亚克力的颜料以及斑纹技法画出很多特殊的花蕊，透过镜头带乡亲来去看看。每一把刀就是一朵花，虽然不是特别正式的创作技法，不过每一把刀，或者是每一座创作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住于乡下嘛，然后外公的前庭有一个花园，那个部分有前面有种了一棵大理花，那它一段时间就会开花。那它很特别，是它的纹路，每一次开的时候都会长不一样。那对这种花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少年的艺术家刘纯俊是宜兰人，创作题材都是以故乡宜兰为发想。真侪作品都是囡仔时代记忆，也是对家己成长过程的回顾。对于家乡的一些记忆，跟我生命中的一些生命经验，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
这个部分呢比较多是跟花卉有关，然后因为我是宜兰比较乡下的小孩，然后对于自然的东西跟昆虫啊跟花卉的部分是比较有那个感情所在，就是会有一些感情的牵绊这样子。餐厅业者表示，暑假来到，邀请少年艺术家带来充满故事性的创作，真是下一个大事，正会来一抓艺术之路。这次的个展是从6月26号到8月11号，这个档期刚好是暑假期间，所以非常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室内来看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个展。那这一次刘成俊这个艺术家呢，主要就是百花盛开，那有很多的多样性的一些图案，再来他用色非常饱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藉由这个机会跟亲子之间来一趟非常棒的艺术之旅。这段单位强调，少年艺术家刘成俊将这个个展主题定。做基地甲花交织，用艺术创作传达花伫成长过程当中是偌尼重要。德中华新闻张世良花旦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个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91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0.9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菜上价52.2元，中价34.6元，下价18.5元。冬瓜上价25元，中价20.1元，下价13.5元。菜瓜上价27元，中价19.8元，下价14.1元。苦瓜上价69.4元，中价55.5元，下价32.1元。芋仔上价18.9元，中价15.1元，下价11.8元。桔仔上价40.1元，中价24.8元，下价16.2元。高丽菜上价42.2元，中价31.6元，下价17.7元。白菜上价20.9元，中价16.2元，下价10元。包心白仔上价15元，中价11.8元，下价9.5元。青菜上价66.8元，中价44.8元，下价30元。今年菜上价30元，中价21.6元，下价12.5元。油菜上价17.5元，中价11.3元，下价7.5元。先来关心空气状况，环境风场透东南风，西半部地区酷暑条件较差，污染物较会来累积，因此这个中部地区的 AQI 指数是70，属于普通的等级。另外，在天气方面，各地区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哦，只有东南部地区加恒春半岛会来落这个局部雨，过到了后，山区要特别注意会来落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36度，民众外出了爱加啉水，较袂起掉沙。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站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零四七一一九四四零七一一九四四零。